来，我们请一号也到现场来。刚才双方分别选择了一个自己的代表作，接下来有一个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啊。想问你们再一次准备的什么节目？接下来一首歌曲是《我们都有翅膀》。哦，我们都有翅膀，这是一个新歌。都有翅膀，都翅膀。嗨、哦，我以为我说怎么都有翅膀，怎么到哪儿都不忘自个儿是个厨子呢？咱闭上。对不起，我这个岁数大了，耳朵有毛病了。王岩。我待会儿就不模仿那么多明星了。哎，就像那老师已经得罪不少人了，我待会儿都怕回家。我待会儿就跟那老师说的，我专一的唱一首歌，踏踏实实的唱一首。哎呀，你这是上了贼船了啊！好，来，掌声给他们两个人，看一看谁更好一些。鼓励一下。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中奔驰流浪。我们每颗心都在苦苦的奢望，年轻的人们对爱情都迷茫，就像星光就在远方。离开家乡，我们到处流浪，在城市中慢慢学会坚强，有过希望也有过迷茫，我们就是未来的希望。谁会给李勇啊，分别表演了自己的歌曲。王浩然是规规矩矩唱一个歌，李勇唱的是自己原创歌曲《翅膀》。对，翅膀不是吃饱，我们都吃饱，都要吃饱。那老师要发言，那老师有话说。首先我说王浩然啊，我求你了，你听我一句话行吗？你以后再唱歌的时候不许摆胳膊，你宁可把胳膊搁在屁股后头，也不许再摆了。他搁后还那个，我介绍，我插您句话啊。他在德云社外号叫长臂猿，是哎，所以他为了显示一下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你做这个姿势都行，不要再摆动，因为像你我这种身材，如果以这种方式晃动的话，大家会忘掉歌词，被形体所吸引。另外呢，你们可以明显的看出，我们穿黑衣服这个小伙子是卡拉 OK 选手。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，你要想真想成为一个歌星的话，我求你了，那个麦呀、啊，唱到高潮的时候，你可以假装离开你的下巴，使音不破掉，然后你不能老扬头，你老后空翻不行，而且你们两个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不跟前面的观众互动，所以呢，我真是建议你们二位真是可以要这方面下下功夫，好吧？好，谢谢那老师啊，那老师好意，你们都。听了心里吧、啊、心领来，
我们请三位评委老师亮牌。好，恭喜郎鹤炎跟本回合中获胜。来，接过属于你的旗子，我们也向李勇啊，表示感谢，再接再厉，努力加油，会成事的啊！好，谢谢。